伊朗支持的好战分子周末期间对美军在伊拉克的阿萨德空军基地发射多枚弹道飞弹和火箭，造成一名伊拉克人死亡，并可能有多名美国人伤亡。白宫21日表示，对此极其严肃看待并追究责任。中国工商银行及其纽约分行近期遭美国以泄露机密监管讯息以及未遵守相关法令为由，共计罚款3240万美元，约新台币10.24亿，并要求在90天内向联准会提交一份书面计划，说明后续如何处理。澳洲一项被称为黄金签证的重要投资者签证，原意是要吸引更多外商投资。从2012年由工党政府推出后，十年来获得签证有85%都是中国人。不过澳洲政府发现，这项计划被许多贪腐的中共官员用来存放不法资金，成为洗黑钱的渠道，因此在去年12月就宣布废除黄金签证计划，转而把重心放在技术移民签证。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讨论大规模驱逐移民的细节经披露后，引发新一波动员抗议。组织示威的主办单位指出，德国周末期间有超过140万人参与反对该党的示威活动。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